一摆门去风采，从南投县一片没有农作物收成，尤其是清江风的江州，从国兴乡还有西溪镇一片呢，规片都黄都耷耷，农民的损失怎么厉害？另外的种料盐度呢，虽然讲蔬菜的前期无按样错，不过也着见面呢，要亲手的，认真在后听错会起价，农民一下亲手切了回来。古所从苏芒上出水，每千出钱而来听数农民种耕，希望做得来保护家头辛苦种的作物。一种种种哦，那正常的割法吼，都差不多过十个公诶，就吃得过咧。宽发面食地，两百公只受损都极惨。岩区是国际的咧公只，两公只树昨天被风吹断脱。公只种到最多的国新乡，老少是种。对风采过台之后，贵片供销站造成受害，害农民爱搞到毛毛子。平常的时节都打落阿岩葱，阿你还讲散档啊呢吼，佮一个票佮都封一胎，一个票都封住一胎。我讲哦，你阿爸连头算出款走啦。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吼，因为香蕉倒下去吼，农民还是会抢收哈，那个量还是会跑出来。预估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哈，香蕉量就严重的会不足。同样种东都散焦的种料香，两百大部分的果盏当火菜没受害。不过下下来，天气会出现两边少，加上太热的状况，电多半只要弄下那少，除了为了跳过香蕉，所以菜田上芒水是加盆盐的，即去田上农民种香蕉。一个在地困，啊一个在红地咧桥边啊，等下轮流，三两钟几只换班啦。对啊，都讲香蕉爱顾看那里啦。某朋友以为切的吼按倒吼，啊，所以讲伊所望相助的有发挥其他功能。中央乡的农民表示，风采还忙来之前，三铁公交驾驶100公斤是不四千零元的。为了确保农民辛苦种的公交，希望乡出水停车的前列装能公交站，盼大家做得安心的小心。下面李峰基南投报道。